大家好，今天的频道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是涉，这就是过去繁体字现在是干涉的涉，潮涉干涉是这个涉。涉这个字啊，它在甲骨文里面呢它是一个会意字，气上有宽的它是降写，这个是一个表示是水，最主要是这个部分，这个一高一高的是什么呢？是麻，因为中国种麻和使用制成了呢麻制品，这个历史要比丝制品远远要早得多。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浙江发现了有8000年之前的麻制品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古人制麻的时候啊，他是把这个麻剥下来以后，浸泡在水里面去浇，浇去了以后呢，把它俩呢扎在一梭一梭的漂浮在水上那个做帘子上面。这个是表示那个做帘子，所以这个麻放在帘子上面就是半干半涉，让它晒太阳，底下呢又是有水，目的是让它漂白，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这个是涉，是吧？底下是涉的。还有的那个写法呢，把这个呢一个个的那样子吊在那个架子上面，这个水就滴哩滴哩的滴下来，滴到个地上面，这个就是底下是潮，所以经文里面有一款是写的这个土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这个字呢最早是古人制麻的一种方法。下面呢我来把这个字不同文体的写法来演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在甲骨文里面它是这样子写，这是水啊，也叫喉咙，底下呢它这个地方写的呢这是指的一梭一梭的麻，这个呢就是等于漂浮在水上的那个做帘子，所以把这个麻扎在一梭一梭的放在这个做帘子上面。第二款写法呢它写是这样，这个水呢是写的一个艰深性，他把这个麻扯上再扎在一起连在一起，表达的就散了。第三款的写法呢它现在是这样，这是第三款的写法。第四款它写的这样的，加了一个脚趾，而且是人走过去，它现在这样，这个第四款呢它就写的这样子，这个麻它是浸在水里面，人走到了水里面去。经文里面的写法呢它也有好多款，这块字是周朝中期时期的写法。这个字呢这个底下的意思呢并不是太明确，也可能是写的一只纸，也可能写的是一个土，所以这个字不是太明确。第二款呢它是这样写，这一款呢是周朝晚期的写法。战国时期呢它有另外一款的写法，和前面几个呢都不一样，这个与后来的那个小篆那个演变那个字呢有关系。它这样写，在战国时期写的这样子，有的人说这个字这是麻杆，用手剥麻，在太阳底下从麻杆上面把个皮剥下来。在小篆里面这个字啊它有两种写法，
一个写呢，它是写成这样。还有一个写法呢，它直接加了个土。这两种写法，隶书里面在那个《泰山金刚经》里面，它写成这样子。泰山金刚经这个字写成这样，开树这个字呢写成这样。这个是在小篆里面，这儿加了个土，意思就是说马挂在那儿沥水，这个水滴滴答答滴到地上，这个地上潮了，潮湿了。这个字呢，就是汉字简化的时候呢，它写成这样子。汉字简化以后，这个色写成这样的一个字，因为色这个字啊，它的原意早就隐灭了，后来呢都是用了它这些引申语啊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